我系要见证一啲好奇妙嘅相。第一张系2019年2月22日，上午11:55喺香港，我系行紧青衣海旁，大概半个钟头到噶啦。突然间感觉到好浓嘅天主嘅爱，一路行就一路喊，越喊就越紧要，又怕俾人见到。所以見到張凳對住個海就坐低咗，喊咗都幾耐，用咗兩三張紙巾。跟住見到海旁對面嗰啲高樓大廈啦，好靚。咁嗰陣安定咗落嚟啦，上面有一啲雲，咁就攞咗手機影咗。咁夜晚睇翻啲相咧，原來見到有幾個人頭喺嗰啲雲嗰度。第二日咧咁啱咧，就去咗情神父。程明聰神父嘅係嗰個香港聖神內根新團搞嘅兩日講座，個題目咧係講天主。仲好記得完場嘅時候咧，程神父教我哋講阿爸父啊，藉耶穌基督之名，我接受你嘅祝福，係連續要講三次。咁到而家我都仲記得嘅，因為我都會講，有時會咁講。隔咗一個禮拜啦，又去咗情神父，另外喺西環聖保祿嘅唔知咩堂嗰度咧，就應該三堂嘅，我去咗兩堂，係講阿巴父嘅。喺明宮聖體嘅時候咧，因為我係坐喺中間嘅邊位嗰度啦，咁當情神父行過嘅時候咧，我感覺到好成桶嘅暖流喺我個頭上倒落嚟咁，好舒服，從未試過咁樣嘅感覺，當時我係眯埋眼嘅。天主係多麼嘅和蔼可親，我要永遠歌頌他的聖名。如果係念天主經啊，或者係諗起阿巴父啦，我都會諗起呢張相。